乡亲，早上好，欢迎收看今日九月二五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的军机最近直透射来台湾扰乱。咱中科院昨暗嘛伫屏东的救兵基地，甲台东的三星台分别发射一粒飞弹，甲海岸线照甲光光，气势真惊人。根据通报，这摆的飞弹射的高度无限外高，而且范围真阔，嘛引起各界的注意。这个白光冲向天顶，声音阁真大声，暗暝中真明显。伫离西南九点外，台东县三仙台风景区海花有民众特别来看飞弹试射。今日要射飞弹？系啊。哦。啊，几只就来只弹啦？我话打来一个啊。有看到怎样？一阵闪光，就什么都不见了。很大声吗？很大声。因为最近台海情势升高，军演拢无停，所以这边气象各界拢真关心。根据中科院所提供的射击通报，离西岸排定伫咧屏东的高平基地射击弹道高度无限高的飞弹，包括自华东海岸一直到绿岛南苏以东的外海。台东三千台发射的飞弹是随着方式发射，敢若是以实弹做高空炸弹。专家认为，中科院可能伫咧进行中共专案的天宫三精进型防空飞弹验证。最近，中共军机常常扰乱台湾，国防部临时国公布，有一台共军的运备反舰机入侵咱西南空域，这已经是自十六以来共军九天内第七遍入侵咱西南防空识别区。空军也随派空中巡逻加紧急起飞等兵力队形，也执行防空距离加防空飞弹对舰。记者综合报道。那双十节要到位啊！国军昨仔进行头一摆的演练 ，F-16V 的战机飞过总统府，因为有一挂民众唔知头唔知尾，抓准是中国来犯台，有人惊到，冇引起讨论。也唔过咱政府赶紧出面背话，而且预告讲刷落来，阁有几落摆。台湾空军主要的战斗机 F-16V 头一届为总统府顶冠飞过。几啊分钟之前 ，UCH-47 气努克运输直升机先出场，过来是 UH-60M 模型直升机，还有三架 AT-3 教练机组的雷虎小组。军方派出几啊架战机，发出真大音波的声音，让民众是惊一跳。非常大声啊，好像打雷那样子，然后还蛮恐怖的，觉得玻璃都还在震动。当然第一个想到应该中共打过来了，但后来想想不对，应该是国庆演练。台北市透早出现几啊架战机，伫个网络引起不少的讨论。有民众分享讲，迄当阵声音大到连窗仔门拢伫咧震，就是讲厝要崩起啊。嘛有不少民众惊到就是讲中国拍过来，两岸要开战啊，赶紧找所在避难。不过加在是有惊无险。国防部讲，军方配合双十国庆，当日进行国庆活动的演练。因若即届出动的，包括一架 UH-60M、甲两架 CH-47 直升机、三架 F-16B、三架 AT-3 做半兵力的演练。国庆大会里面的重头戏里面啊，会有两段空中兵力的这个啊经过哈。那请社会大众不要造成误解，更不要误以为说是这个啊有这个中共的这个。来传言。另外，总统蔡英文伫个人民找铺文强调讲，除了演练的单位，国军甲各部队也是会甲保卫国家的工作做好好，而且伫个九月二九、十月初六、甲十月初八，拢要会有全兵力的国庆演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前政治的秘书长吴志峰，昨中昼去香港警察抓去，香港警察认定伊伫去年十月初五违反反和平法。伊昨下晡就被交保，不过伊强调伊绝对袂因为安尼就丢弃。香港民阵目前正在申请十月初一要游行，要求北京把抓去的十二个香港人拢总放出来。前香港政治秘书长吴志峰日时中昼去中区警署报道的时阵，阁一届去红了。警方指出，伊去年十月初五涉嫌非法集结佮违反禁止和平法，由律师陪伊来录口供，经过三点半钟。吴志峰伫咧下晡要四点半得到报销，伊表示这已经是伊伫咧包围警署参加律师集会了后第三件去红起诉的案件，九月三十就要开庭，但是伊袂惊吓。嗰个嘅白色恐怖同埋寒蝉效应越嚟越严重，而呢一单虽然唔系个国安法嘅案件，但系亦都系好明显系喺国安法通过以及刊宪之后，我第二次被起诉嘅状况。但无论如何，我都会继续抗争。
吴志宏表示，这其实是香港政府的手段，用起诉的方式来逼确诊者未使离开香港。伊认为，甲予中国政府拘留十二个香港人比起来，伊的案件根本就无算啥。前香港政治秘书长周定嘛表示，二是暗时要去警署报道，希望会当平安回来。香港民众嘛按算要伫咧十月初一发起游行，要求北京方面甲已经封闭十二个香港人放出来。啊，不过伊嘛又讲，应该未得到警方的批准。即系不久嘅将来啦。好快就會收到警方的反對通知書，這個正正就是我們香港今日最可悲的狀態。起碼由疫情爆發到今日，可以很肯定地說一句，香港人沒有遊行集會的權利。民進向警方申請不反對的通知書，下晡甲警方讨论游行的代志，啊，毋过会面敢若十五分钟。林主席即个警方真好咧，敢若是一种形式。民进会继续坚持申请，一直到政府正式拒绝为止。而且嘛，呼吁要参加游行的人爱家己评估风险。啊，若是香港警察特别密切注意代志发展，到时阵会出动上无2500警力来应应。记者转报道。来台湾吃头路的澳门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主任，因为个人的因素要辞职。澳门那边是强调说，这是很正常、很正常的人事变动。如果最近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有变得紧张，我们台湾这边在澳门和香港的办事处敢有正常运作，这部分陆委会并没有提供。在台湾澳门经济文化办事处举办活动，办事处的主任何永惠上台亲切跟大家打招呼，搁一道一道的行，跟学生互动未歹。想未到伊煞以个人的原因请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嘛证实，伊新闻稿回应指出，何永惠定期委任会伫9月26到期，后续由在台办现职人员林志齐来做代主任。这是正常的人事变动，对此刘委会无要做评论。澳门政府在台办事处的人事属于他内部的事务，本会不做评论。那我方对于双方人员派驻是依照2011年换文共事处理，以及秉持着平等互惠的原则来加以来处理双方的互动。邱学正强调，目前刘委会驻港澳办事处的官务拢正常运作，卖坚持到底维持正常运作。但即马当时两岸关系紧张的时阵，进前咱驻香港办事处代表高明春等驻港人员，因为拒绝签署一张承诺书，客无签证，该当当的台湾、澳门敢那冒律师的情况。目前咱驻澳门办事处的人员阁有偌济，刘委会并无正面回应。学者张宇韶认为，未来台湾对港澳问题是中国出乎刘委会的难题。何女士哈，以个人为由，我认为绝对不是个人，那背后一定是有中北京的因素。我相信她是给陆委会出难题，也就是呢，透过这样的方式，同时呢，也要求我们驻港驻澳的这个代表处要签署这个一中承诺书了。但是呢，这样的用意也是说，把台湾跟澳门之间的这个位阶呢，给穿小鞋。张宇韶指出，因为台港澳的关系特殊，港澳条例基本上存在有伊的意义。伊提起中国，即马现阶段卖逼台湾甲港澳看作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刘委会是重新评定互惠原则，未来若是澳门方面有提出新的派驻人选，会以相关的原则作为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湿湿凉凉。咱来看详细的温度。今日透早北台湾落雨啊，天气有变较凉。气象局即马针对台北、新北、基隆发布大雨特报。日时随风水气会较减，暗过伫马祖、桃园以北、东半部也是有低阵雨。伫过大了后，南部、中部的山区嘛会落雨，各地天气会较凉凉。只是伫北部、东半部高温只剩28度到30度，啊，若中南部还阁有32度到34度。另外，因为透东北风，中南部风尾的所在空气品质无啥好，中部瓦近山区的所在，云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拢是感冒式的提醒。来看湖面拉杯，当年拢会来台南过冬，因个因为家己布地湿地生态丰富，因全改背去布地。家己今年头一批湖面拉杯，伫昨日拜山时各位啊，拢总有42只。
规定的乌面喇叭徛伫咧水里，看起来真古锥。逐年九月份左右，拢会有乌面喇叭来台湾顶顶的所在过冬。去年九月份甲今年一月份，全台湾就记录着2800多只的乌面喇叭。家己报的二三迎接今年第一批的乌面喇叭，根据生态人数记录，总共42只。九月底、十月初，大概就是他们会先头部都会到。对，那大量大群的这个黑皮到这边的时间，可能还会再稍晚，到11月左右。其实乌面喇叭来台湾过冬，主要拢伫咧台南、台江国家公园等等的湿地。最近这几年，因为家己布地、盐田湿地生态愈来愈丰富，所以有一挂乌面喇叭就转换来家己。啊，不过台南今年第一只来报道的乌面喇叭，也是比家己搁较早。9月16号4:55第一组报道。啊，这一株是成鸟啊、哦，成鸟，接近50以上的。到今天的记录是主栖地内10株，啊，树草大树1株。孙大文表示，台湾目前会当伫咧上近的距离看到乌面喇叭的地点，是伫咧高雄嘉定湿地公园。啊，不过生态人数也是呼吁民众要看乌面喇叭的时阵，最好是用千里镜远距离来看。也不能大声喊叫，才不会去交叉到乌面喇叭。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下境旅游平台阿高达公布2020下半年下人目全球10大热门旅游景点，咱台湾是排全世界的第一名，头顶的。第二是泰国，第三是日本。阿高达是表示讲，即马表示台湾的防疫有影是真成功，予人有安心、佮安全的旅游环境，而且嘛是受国际旅客的信任。来看联合报。2020飞鹤家园那是起过，咱电敢有够用？经济部能源局即马有一份报告，讲咱爱加9个烧天然气的机组，而且有2个烧油的机组爱慢车2年退休，安尼才袂欠电。来看苹果日报，西门町大地主财产算100亿的大户家人吴金龙，逐当前和一个叫吴旭升的生意人骗讲爱介同齐去投资台北医学大学合作的新药，结果哄骗3亿，检方伫昨昏约谈6个人，检方今仔日是对吴旭升等3个人申请羁押禁见。更有翠安国家队出问题，高雄有一间叫晋新公司，是涉嫌在不合法的厂房内底生产医疗用的翠安。业者是八回讲，因只是伫咧测试尔尔，也毋过安尼已经违法啦，相当会罚200万。另外伫台中，嘛有抓到中国过的翠安，即嘛惊讲公司台湾货。卫生局稽查人员把新的生产线机器和翠安的原料全部拢打封条，因为一天生产150万袋。翠安国家队第二大厂的正新科技公司涉嫌在还未摕到工厂登记的厂房内底，私底下偷偷生产医疗用的翠安。它是违反这个药事法57条，好，57条就是说它未经许可，也没有做任何的登记，就在这个现场去制造这个口罩，罚则是3到200万。入去甲工厂，感觉是个翠安要留伫个生产线顶端。不过现场三个机台拢因为轰炸风停止运作，因为疫情期间，所有有防征收的翠安国家队拢爱伫个合法登记的工厂生产翠安，生产的数量嘛受到控管。不过正新煞伫个电子工厂内底生产翠安，地点无符合规定，明显违法。业者出面承认疏失，强调讲是因为年底计划为三民区的旧工厂迁徙到做亚区新的厂房。也若清算的计划，毛通报给卫生局，而且才打架原料甲机台搬入去，目前敢若有气泵一个，并无实际生产。机台进驻来做定点摆设是 OK， 那差别在试车，这是我们确实性的疏失。那我们一再强调，没有做正规的生产作业，只有行试车。南部翠岩国家队出问题，负责人白阿囝是以30万到20万交保修团，案情还搁调查。也若伫个中部有业者摕中国制造的翠岩，揽入去国家队的翠岩内底。银泉公司它的价差一片大概是2块钱，获利大概40万元以上。那至于重泉公司的部分，我们目前初算它的不法获利约400万元以上。
台中检方查到成功公司先甲中国进口550万块杂营业的翠安，再阁改造医疗翠安卖予永庆公司，也拿永庆公司阁甲翠安放入去仿的国家队翠安的盒内底，卖予中部的西药房。目前已经知影有超过120万块的翠安流入去市面上。除了成功公司设立的负责人去予检方先押批准以外，永庆公司设计的负责人嘛以15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即马也搁在传，也搁在增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200万例，死亡人数有97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赶快1509例，伫中国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是5000多例，日本已经超过80000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三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17万例，印度超过573万例，巴西超过462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已经超过70万例，英国超过41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3万例。法国的疫情严重，第二大城马赛防疫规定嘛，又到上悬。对后礼拜开始，餐厅、酒吧都未使做生意，其他八大都会区嘛要加强警戒，暗时10点就要关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即马全世界劳工受疫情影响，收入拢减真济。法国新冠疫情恶化，卫生部长韦宏23宣布，马赛都会区进入上高层级的极度警戒，所有的餐厅和酒吧自备开始全部拢要关起来。Sont concernés par ce passage en alerte maximale la Guadeloupe et la métropole d'Aix-Marseille。法国过去24点钟内新增加13000多人确诊，43个人死亡。累计要51万人确诊，31447人过往。韦宏在疫情记者会讲，法国确诊率还有确诊的人数拢持续咧加悬，确诊率为顶礼拜的5%，升悬到这礼拜的6%。全国最近7天内有4244人住院，其中675人是重症的患者。Compte tenu de la situation épidémique de nouvelles métropoles que j'avais d'ailleurs cité la semaine dernière comme faisant l'objet d'une vigilance particulière。Intègre désormais cette zone d'alerte renforcée。因为疫情一直咧加悬，法国卫生部原本颁布红区警戒的分类无够应付，所以新增加加强警戒、甲极度警戒两个分类。目前巴黎、里昂、尼斯、波尔多等等八大都会区，拢被列作加强警戒区。自八开始，酒吧甲餐厅爱伫暗时10点进行休困，而且禁止1000人以上的聚会活动。咱若健身房嘛不准营业。维防呼吁法国人，无分公司领袖，拢应该减少社会活动，来保护病院甲重症治疗的体系。Once we exclud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measures, the global labor income declined by an extraordinary, a massive 10.7% in the first 9 months.Of 2020. That translates into a loss of $3.5 trillion, an equivalent of 5.5% of global GDP.In the period concerned, 疫情影响到全球劳工就业。联合国下底国际劳工组织二三发表研究表示，第二季全球劳工工作时数减少17.3%，等于是减少5亿个全职的工课。咱若收入嘛大幅度减少10.7%，差不多是3.5条的美金，也就是102条的台票。记者综合报道。9月16日是英国5月5号在清教徒渡过大西洋去新大陆400周年日子。英国有大学甲民间做伙合作研发 AI 的科学研究船，要用无人船的方式行走这条路线。结果千算万算，唔达得天一位，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计划要延到明年。坐过100万英镑15公尺长的5月5号自动驾驶船 MAS， 停在英国普利茅斯港一个安静的边角。工程师等个时间走出了进行最后一阶段的准备工作。这是全球第一架专交予人工智慧 AI 操控的船只，原本计划要伫9月16日，400年前5月5号启程前往新大陆的这一天，照当年的航线渡过大西洋，航向美国马州的普利茅斯港。谁知影计划赶不上变化，拄着新冠疫情，整体组装的工作受到拖延，首航被迫延到明年。由风力和太阳能提供动力，佮准备有柴油发电机的5月5号，配有侦察危险的雷达加电脑是甲变色的
廖向基，但过上关键的也是取代尊重角色的，是美国高科技大厂 IBM 提供的 AI 系统。What we're actually using for the coal rigs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hip interaction, is an automated software tool. It's actually from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We've leveraged that capability for that decision management on how to interact with ships. You know, it's basically how to make smart decisions in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So kind of, like in a way, it's like this ship actually has more to do with like a modern bank than it does with the old Mayflower, to be honest.船顶装设真侪远古监测海洋生态健康的高科技器材，像会当听到海洋海底声音的传感器，监控海洋塑胶粒仔的水质参与器。Large plastics can get tangled around animals, but it's these small plastics, the microplastics, that are really a problem, as they're so small that they can get eaten by such a wide range of animals, from the largest whale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smallest zooplankton that make up the very base of our food chain.多过大西洋首航延到2021年，也毋过研究团队也真无闲。所来半年的时间，因将进行几啊摆的低停试航。这项无人驾驶的科研船若讲成功，也将搁建造两架共型的船只，其中一架将安置伫北冰洋执行任务。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反对派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23召开记者会，认定英国国的实处占三分之二，所以决定要组新的政府。马来西亚即阵受疫情影响，而且政治嘛无安定，股市全大落。今年三月初上台的马来西亚总理穆尤丁，伊所领导的国家人民政府，伫咧国会总席处222席当中，将压113席，也就是比过半席处加一席的美孚多数党。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23伫咧吉隆坡召开国际记者会，伊讲伊手里有筹组新政府的国会绝对多数，要甲总席处三分之二的席处。Conclusively, we have a strong, formidable.Majority. I'm not talking about 4, 5, 6. I'm talking about much more than that. 安华原本计划记者会了后，要去红疆见国家元首苏丹阿卜杜拉，甲伊报告详细状况。啊，不过阿卜杜拉身体无爽快，住院，会面敢那会当改期。啊，若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任何主要政党呼应安华的讲话内容。执政七个月，穆尤丁是表示，国民政府也是真稳固，伊同款是合法的总理，而且宣布一项加额，价值24亿1000万美金的刺激经济方案。这是国民的六个主要政党嘛，伊在下声明反驳安华的讲话内容。Dengan sokongan dan majoriti kukuh dan meyakinkan bermakna pada saat ini kerajaan pimpinan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政治观察家认为，讲所在台上有可能的发展是提早举办大选。今年73岁，安华参加政治要40年，两届坐家宏观要10年，若是变天成功，也是伊要22年伫咧政坛拍拼的最高峰。马来西亚以出口做导向的经济，今年以来受到疫情的冲击是稀烈的，即马政坛阁出现风波，吉隆坡金融市场就随出现股会上落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今天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事情，跟乡亲们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礼拜要去梵蒂冈访问，也会发表捍卫宗教自由的演说，因为他之前才公开反对教廷继续跟中国签协议，所以蓬佩奥这次的出国访问是真受各界关心。来看日本新的首相菅义伟，甲我咱台湾的立场是真明确。咱驻日本的代表谢长廷进前去参观富士电视台，已经和电视台正式合作是台湾驻日本的大使。来关心联合国安理会顶头，美中各对各的对峙，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佫讲爱中国。针对武汉肺炎普及传播至今，啊，那中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张军是真生气，嘛有呛回去。在联合国大会总辩论顶头，有四个咱台湾的友邦替咱讲话，强调联合国不应该排除台湾。其中，比如的总统阁用大约3分钟的时间，侮辱咱台湾的防疫表现，认为联合国袂使甲台湾闹交去。第75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2日举行，受到疫情的影响，各国元首拢透过大型录播的影片来发言。第三，台湾四个友邦的元首发言，去年发言并无讲到台湾的巴拉圭，即届由总统阿布多亲身出马，甲马绍尔总统科布亚同款，拢强调讲联合国不应该排除台湾。
And we must have open minds to ensure the 23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are not left behind, nor their humanitarian contributions taken for granted. Sobre la base del principio de universalidad que caracteriza a esta organización, apoyamos la solicitud de Taiwán de ser incluido en el sistema de Naciones Unidas.别留总统雷蒙解说，第二任的任期特别结束，这嘛是伊卸任进程最后一届伫个联大发言。伊伫个二十四分钟的演说当中，有两分四十秒替台湾讲话，这是这几年友邦上长的发言之一。雷蒙解说俄罗台湾防疫的表现，嘛讲从2001年以来，伊一直发言传达予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诉求，不过却一直被拒绝。台湾人民无应该放漏口气。We urge others in this assembly to join us in recognizing.That Taiwan can help in responding to so many of our shared challenges. The 23.5 million people of Taiwan should not be left behind. And it is time for Taiwan's exclusion to end.那外交部我们对于友邦呢，他们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他们是选择用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支持呢，我们都表示欢迎也感谢。洪都拉斯总统越南得知发言的时阵，始终无讲到台湾，这嘛是洪都拉斯连续五年无在联大总辩论发声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体系。外交部表示，洪都拉斯八月份已经有声写批给联合国秘书长表达支持台湾，未来嘛会跟洪都拉斯。持续保持密切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昨仔有民众伫台东的车路拍到几那架在飞弹的军机、军车，有学者是表示讲，可能是海军的海防大队，这设备通发挥伫陆地对抗海上的作战能力。一台搁一台，咱就载飞弹的军车甲雷达车，日时出现伫咧台东西向东海岸的多兰海岸，引起民众好奇翕相。学者研判，车队真有可能是海军的海防大队，除了有六机型雄二、雄三飞弹、反弹飞弹，佮加上机动远程雷达车，若是拄着化者雷达去用毁掉，机动远程雷达车会当随启动，发挥伊陆制海作战能力。可以达到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关键效果，也就是以陆制海。以相对成本较低的这种机动飞弹，来反制，就是中共的这些可能的船舰的进犯。国军两只军舰顶日咱嘛出现伫咧台东南苏的外海，国军伫咧东部一直有动作。学者指出，军舰第一可能是要来进行反舰侦察，第二是因应解放军对东部海域急袭台湾，针对强军加强扰乱台湾，国防部开始联防防空作战训练反制。总统蔡文嘛呼吁中国准则。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2000公尺的中国军注意，立即入我空域，你是否非常安全？立即外脱离。强机扰乱台湾已经变作常态，解放军日时阁派军机分别侵扰台湾西南空域、北部空域，去予台湾的国军广播距离。特别注意的是，解放军运八反舰机连续几日间侵入西南空域。中国国防部新任发言人谭克飞日时阁强调讲，会不惜一切代价要维护国家主权甲领土。民进党当局置广大台湾同胞的安危福祉于不顾，不断挑动两岸对立对抗。进行谋独挑衅，危害台海和平稳定，这一图谋注定不会得逞。解放军嘛宣布日时开始伫咧黄海两个海域进行军演，啊，那是上校堡、辽宁南甲山东南最近感受做伙联合训练。解放军刚才回应上校堡已经分别完成地形训练甲海上试验。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更新，十月份有中秋假、双十节连续假期，观光局即马是进行连续假期订房率的调查。花莲、台东有关市民众较介意去佚佗的所在，啊，那台南是因为今年有双十节烟火，饭店的房间嘛强要订满。十月份的中秋国庆连续假期是今年最后两个连续假期。观光局统计，中秋连假订房率，东部平均订房已经接近70%，离岛要超过50%。其中台东比去年同期的订房率成长将近60%。国庆连假订房率也是东部上济，南部第二。其中台南是非国庆烟火订房率比去年成长77%。在国庆的这个假期，今年的订房率非常的踊跃，也相较于往年达到。
到满法以及九成哦，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那从这个数据上看起来的话，目前就是还是以东部的地区的订房率是最热门的，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其实跟目前的一个国旅其实还是大部分相同。比如说像台南啊、澎湖也都还不错。观光局分析，花东一万市连续假期旅游第一选定，以东部旅游业房间容纳人数甲有个住房率推高，中秋节连续假期去东部旅游人次会超过12万人，国庆连假超过12万人次，连续假期各路交通甲住房拢受考验。有业者瞄准无搭车商机，佫推出游轮旅游。目前在看国旅的内需市场，一直到明年都还是会持续非常热络。那蓝色公路可以一次避免掉的问题，就是交通拥塞的问题跟住宿的问题。行政长苏贞昌伫行政院会特别要求交通部必须要气象预报方式，做出车流预测，一定要让用路人清楚知影行车时间。有其中秋连假第一天，国道上塌，交通量可能接近正月初一的规模。对国道五号塞车的问题，交通部也要伫连假了后研究，是毋是伫特定时间推出国道客运，配合市区公车转接编制，伫咧市办的所在会锁定机人。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爱拜拜会烘肉，所以猪肉的需求量较大。也毋过即阵是猪肉伤济，价钱开始咧落价。全国饲猪合作社联合社已经通知全国的猪农减一声出价，来避免猪肉价钱继续跌。中秋节特别到啊，为提供民众烘肉正的需求，全国各市场拢在降价。啊，不过因为供应伤过多，互猪价落盘，加上秋天天气凉，猪食了好，体重上升，整体肉品增加。亲像彰化肉品市场猪肉每公斤均价，已经为政府宣布明年开放300斤美猪进口时，上悬78块，到即马无到67块。因为猪价跌下来，当然出猪顺序哈。大家稍微挪后一点，要不然真的被冷冻厂操控嘛。因为一个月以来，猪价都未算全国饲猪合作社联合社开会了，要求各县市饲猪协会转告猪农，为幼代猪价代糖停止出猪，24开始各饲猪场拢减少出猪一成，以防止价钱过大。减一成，大大就不了，就减一成。这价钱是说大概30过来啊？我是正常个啦，因为你大拢进口货嘛，50只。减一成就出45只，安尼会较少啦，啊较少吼，价钱较袂崩啦。是不是因为美猪要进口，有猪农为着抢价钱，才大量出猪？猪农无愿意加讲，只强调传统上中秋节进前，因为供货充足，猪价大部分拢会较落。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北内湖埔牌安养中心发生火灾，害死3个人。台北市长郭文德昨早表示，业者是超工，无要去立案，才会查无，变作客栈空棚。啊，不过卫生官即马是批评讲，其中有一个死者，一个老大人，伊是低收入户，长期拢有在领社会局的补助，社会局却无派人去看，哪会使唔知影？台北市内湖一间私人养护中心，顶日发生火灾，造成3个人死亡的意外，也逼出长照机构的问题。外界甲目标指向台北市府，无落实查核。针对这点，台北市长郭文德讲，业者超工闪过立案，走向地下化，是地主这个悲剧主要的原因。有来登，又有登记，有登录的哈，有营业场所的，这简单。因为对台北市政府来讲，他一定有严格的查，也不可能放水。所以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干脆都不来登记。台北市议会要求市府进行专案报告，议员批评社会局制度杀人。这三个过往的老大人有一般户，甲有领低收二类、甲低收零类补助。针对这类无任何经济甲生活能力，干来当靠政府补助来生活，基本上是独立的老大人。议员是批评讲，这个社会局无放水的记录。就是我们没有接到通报，所以没有打。这是你主教的责任。什么叫做通报？你每个月领薪水需要等待吗？时间到了进你的薪水账户，这是你的责任。结果你敢在这里说你没有接到通报，你没有访视，是零类，不是二类。零类，他已经瘫痪在床了。社会局表示，目前查出最近3年有5间已经休困的机构，除了器官组织甲复查，还佫有居民后手的追踪。未来嘛会甲各区健康服务中心、劳护中心、里长做伙合作，针对疑似或者是互通报无立案的机构来进行清查，而且列管追踪。到目前为止，已经罚17件无立案红养护的机构。第一个是原址复查，那个地方到底现在状况是什么，然后做你的追踪。那么会来研议这个歇业机构。就是含住的人，
后续的这个跨部门协调的标准的一个程度。有问题，当教机构都向台湾大学校的机构成为无够的问题。社会局讲，台北欠的床位有到4000多张，因为台北的土地珍贵。台北市府表示，设立的条件是真高，未来会向利用公共主体的方向来研议设置。记者综合报道。一架高雄籍的渔船23:04在彰化往京的外海发生火烧船，台中的海巡接到通报了后，赶紧去拍火。姓李的船长送病院救无回来，啊，那姓吴的船员无生命危险，事故的原因可能是船长烧拍电。渔船啊，着火烧起来，火势真猛，规只船啊被大火烧了了。在大海当中是予人看到心惊惊。台中海巡队出动顺风艇扬水拍火，另外空勤也派出直升机救援。着火是高雄籍游行3号渔船啊，载满柴油甲机油14000公升。当时开船的是姓吴的船员，闻到塑胶味，发现船舱已经着火，赶紧叫车。困梦当中的姓李船长跳水逃生，啊，不过伊已经受伤，跳海了后体力无够渡水，直升机到现场吊挂，啊，不过送医不治。其中一人状况稳定，另一名李姓船员，生命迹象微弱，前来救援的空勤直升机将伤者吊挂至机上。意外就发生在23:04，一只高雄籍渔船经过彰化往京外海13海里的所在，可亲像机舱后边电线烧拍电引起火灾。起火的原因疑似机舱后方的电线着火所致。在今天清晨5:55右船于彰化县麦寮外6.3海里完全沉没于海中。目前现场油污已逐渐冲散。这场火烧船位于尾暗嘛烧到暗暝，只是透早100栋以下渔船船体烧了了，沉入海中，油污被冲散，无造成海水更加严重污染。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林管处在瓦拉比步道的背山口发现一粒真大粒的虎头螃蟹，为着要办螃蟹，嘛甲带30线部分的路段封起来。抓螃的人员站在吊车顶端，真细只要把虎头螃的螃蟹拆下来。花莲林管处顶一日在稻溪乡瓦拉米步道的登山口边发现树仔顶有两个比篮球搁较大、较胖的螃蟹，环路民众去予定着。透早5点开始，就把车路封起来要来处理。对，不想来，今天在抓蜜蜂，所以被挡下来了。我们过中午以后再去好了。我们要去走那个什么瓦拉米步道。然后结果因为他们在用这个蜂窝啊，没关系，没关系。原本就是讲，刚才有两个螃蟹，抓螃蟹团队去到地才知影讲还有第三个，用4点多钟的时间才处理好势，配合拆螃蟹的工课，公路总局嘛伫个早起5点到中昼12点，暂时甲台30线0公里到4公里之间封起来，这嘛是公路总局今年头一届因为抓螃蟹来封路。是因为那边刚好是登山口嘛，所以人群比较密集聚集在那边，然后附近都会有一些巡逻蜂，怕会扰动到，然后可能会被攻击这样，然后最近的状况也比较多，差不多在半年之间就可以形成这么大。然后它就是它的窝都是咬树皮来做的，跟那个水跟它的唾液，然后它的工程很厉害，都是做六角形的。抓螃蟹专家分析，今年雨水较少，螃蟹真少去予风雨拍落来，加上秋天是虎头螃蟹团的季节，攻击性会搁较强。提醒民众，若伫个山区，唔通穿深色的衫，嘛尽量卖嗅螃蟹。万一若看到甲螃，会当迅速压较低的赶紧离开，避免受到螃的攻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劳动部公布上新无薪假的统计，到9月13日，咱全台湾在休无薪假的劳工有17,009人，比顶礼拜加53间公司，人数加144个人。台北车头补习街空房有各种留学游学代办中心，啊，不过受到疫情影响，各国边境封锁，今年3月份的留学生拢登来台湾。美国、加拿大真侪间大学拢甲学校关起来，干来当用线顶的课程来代替。国内留学的需求是减要高成。劳动部9月份上新的统计，留学顾问公司嘛开始休无薪假。有一些学校都公布说明年春季班不让他进去，但至于明年秋季到底还能不能开放，这里也还未定数。那有的可能先收了费，那是不是到时候要退费？但是这些人事开销都一定要持续的。
业者指出，英国留学上大国是美国，但年超有100万的留学生是第一名。加拿大、澳洲的留学生，但年超有60多万人。留学业者还在观察，每年春季班看起来是无希望。所以大概在观光客会进来的第一站，台北市这个部分，包括批发零售业，包括航空业、住宿餐饮。甚至包括旅行社这个部分的话，它效应还是在的。国外封城的效应还是在，对制造业我们的出口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劳动部日前公布最新的无薪假人数，全台湾已经达到17,009人，893间业者休无薪假，拢比顶礼拜增加。其中无薪假的行业分别是以批发甲小卖业307间是第一名，第二是金属机电工业134间，第三名是旅行相关的服务业有80间休无薪假。劳动部分析，甲六月份要甲30,000人休无薪假比起来，大型的制造业无薪假的人数较长好，不过边境加严管制，集中伫咧台北市的批发。餐饮的小型企业也是继续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避免后来假苹果，中国的嘴暗讲是咱台湾做的南地签名制内底，对昨开始，乡亲摕健保卡去邮局签名买嘴暗，这嘴暗顶头拢有当两个台湾做的，甲医疗用的两个钢印 ，Made in Taiwan 甲 MD。有书真详细向民众解说嘴暗顶悬所标示的 MD 甲 Made in Taiwan 的规定，民众真好闲，甲嘴暗摕出来看。是明仔香港人嘴暗日是正式开始卖，再去邮局并无出现抢要买的人潮。双钢印会不会觉得拿了带钱比较安心？应该是有多少哈？怎么说？为什么？因为上一阵子不是新闻很多什么假冒的吗？可是我们想它有带就有效了。我觉得应该没差啦，我觉得没有差，只要是。国家口罩队做的都应该不会 有什么特别的 不一样啊。中国做非医用嘴暗，南地的国产医用嘴暗的代志一直发生。为着强化医疗及嘴暗的辨识度，日前开始全台湾是明仔药局卫生所全面提供香港人嘴暗。每一个卖是明仔嘴暗的药局甲卫生所，大概会配合大人1,800个，囡仔2,000个。有数表示，虽讲是明仔嘴暗必须搭配伫咧嘴暗边1.5公分以内，表示比0.4公分搁较大的 MD 甲 Made in Taiwan 的字。啊，不过因为钢印的位甲字形拢无啥共款，甚至是同一间品牌毛可能无共，所以要加用一寡时间来做解说，才会当解读民众的疑虑。要跟民众喂教，双钢印是什么意思？80%的是 Made in Taiwan 跟 ND 都是在口罩的右下角，那有20%的部分是 Made in Taiwan 在右下角，然后 ND 在左下角。现在跟二月比起来，的确就是民众都会有一些口罩的库存了，所以现在应该不用像二月的时候来大排长龙。另外，为着预防新冠飘散造成误会，指挥中心嘛，从9月17日开始恢复国产医用嘴暗全面停用，暂时停用到10月31日。也就是讲，这段时间自由市场的通路店员拢未有香港人的嘴暗，上紧爱到11月份开始，自由市场的通路才会当卖到贵口的香港人医用嘴暗。记者综合报道。国人十大死因当中，癌症排头名，其中肺癌是癌症死亡的前三名。即马有研究团队研发出新的体检的技术，甲英国照电工抽血方式无同，用验尿的就知影，伫10天内就知影敢有治着肺癌。公开分组检验甲实验室检测过程，导致肺癌早期体检技术研发团队和外界一谈实验室全貌。因为自从2019年，台湾人十大死亡原因当中，癌症依然是第一位，肺癌阁是癌症死亡率的前三名。研发团队先以尿液检验，阁结合电工的检查结果，让医生阁较紧判断肺癌患者的病情甲治疗。很希望就是可以照顾国人这一些肺癌的这个死亡率那么高的忧虑啦，哈，可以普及化，因为。亚洲地区的华人大部分的基因都比较容易有产生肺癌的问题。团队表示，这体检方法是全球第一个在10天之内就能知影得到肺癌情形的技术。学者甲医师人员认为，肺癌因为真歹发现，患者发现得到癌症的时阵，常常已经是晚期。即马有这个体检技术，就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肺癌一期、肺癌二期，它这个 biomarker 是浓度非常高，反而3期到4期的时候跟血液的浓度一样。那这样是对这个侦测非常重要，因为越早侦测到这种疾病的人，他的存活率越高，所以能够从尿液这样的话更会让人家接受这样的一个检查方式，会提供更好的一个
医疗方面的一个预防。因为这个检验无侵入性，民众接受度高。研发团队表示，目前已经向卫福部提出使用申请，希望未来这个检验技术透过早期筛检技术平台造福国人。记者综合报道。江西大校最近这几冬拢在推设双主修甲辅系，台师大今年放榜标准，甲精选改做登记就会使。选择双主修的学生有300多人，加上选辅系人有1486个人，这是两当前的一倍多。自细汉对台湾的民间信仰甲传统文化真有兴趣，廖耀新去读台师大的台文系，为着要具体实践，伊认为高职修复甲英文管理是一条路。3年时阵，台湾大学系统开放下学校来修复系，申请去台科大应届工程系。一开始会怕，而且我身边，包含我们系上来说，老师都替我担心说，廖玉成你可以吗？而且会觉得说，你这样子跨会不会你最后自己受不了？但是我发现他说我现在读得很快乐，而且读了下学校修复系，台师大今年各家校内复系甲双主修都精算改做登记制，总共1486个人登记，是两年进前的1.4倍。另外，系4年的牛东二就决定讲要过来主修新复系，一直都有想要双主修，可是之前门槛比较高，我会延毕。台师大表示，国系必修已经到90几学分，感觉无超过70个学分。以毕业128学分来算，仅仅剩53学分，用来修另外一个主修，也是辅系共同科目。啊，不过读过前辈提醒，实际上就是爱加念加学另外一个系，若是能力不够、时间管理的观念不好，也是唔通勉强，才袂予家己受大个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版镜头来新竹，新竹有一群专职的妈妈，两年前成立新竹母语母囡仔群的社团，伊用广告词的方式教囡仔讲母语。伫逐礼拜三拢有聚会，会用台语也是客语来读囡仔的绘本，也是做囡仔册，让囡仔伫生活当中会当接触到母语。小脚爪，葡萄腰杆，咕噜噜。游啊游，出门去散步。在庙埕听到有人用台语在讲故事，还有囡仔的笑声。每礼拜三都会看到这个妈妈带囡仔坐在庙口前，听老师用台语讲故事，听故事顺续学台语。有时阵，阮用华语甲伊讲话啊，阮讲，要去便所无？要不要上厕所？伊就会讲喂，伊就会讲一个台语出来，安尼，阮就足惊喜安尼。啊，有时阵看到是，像迄青红灯啊，伊就会讲，迄是红色，迄是青色，对。真正足可惜，因为阮伫学校读册时，毋捌读过这個，我即摆咧甲因咧学写台文，学罗马拼音，咧学即款物件时，我就足困难的，其实比我学迄英文啊，无学迄日语，搁较困难。伫厝内，爸母也是教囡仔讲台语。新竹母语囡仔却讲，因毋是要教台语，是要创造一个讲台语的环境。大家来到囡仔群开讲的时阵，拢是用普通话讲了较袂认同的母语。上重要的就是爱推塞台语家庭，对，就是你要学台，你要让囡仔会晓讲台语，上主要的就是爱伫个厝里，平常时就安尼甲囡仔讲台语，伊才有法度足自然的学晓这个语言。囡仔佮个家长讲，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上主要是要让囡仔伫个入学之前，加学几种语言，安尼以后要学各种物件拢会较顺。而且，让囡仔自细汉就开始了解家己的母语。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全世界观光，法国的南部逐年热天拢会举办3大艺术节，不过因为疫情拢取消啊。当地观光局即马是在想办法，要开发新的行程来拼观光。伫点钟的庄卡是推出生态旅游，有影真正吸引不少观光客来佚佗。法国真有名的景点亚维农教皇堂，人无啥侪，疫情影响各国的观光产业。法国每年热天拢会办3大艺术节：亚维农艺术节、普罗旺斯歌剧节、甲雅尔国际电影节，拢会当吸引上千万的游客来法国南部。
因果今年因为疫情，将保持社交距离，又搁限制参加连锁三大艺术节拢取消。国家龙河的游船行程减少上百个，和亚维农的观光收入损失真大。亚维农的果汁产品也受影响。Oui, les hôteliers évidemment enregistrent une fréquentation bien moindre que les années précédentes, mais on reste optimiste sur ce qui va venir en 2021 toujours. On met en place des opérations quand même à destination des hôteliers qui permet de consommer différemment et notamment. 当地观光局就开发新的行程，进入是亚维农等局的儿童故事导览、皇宫花园品酒的活动，或者是伫咧。皇宫映舞厅看电影，三大艺术节的活动取消，主题是小镇村庄的生态旅游。伫咧索尔戈河边的利乐这个岛，就一个村吕贝红，这一挂被过冬的店甲运河，人客就真多。Voilà, donc on est parti, mais on a l'habitude, cela dit, c'était pas spécialement prévu cette année, mais on a l'habitude aussi de venir en France faire un peu de tourisme.可对德国、瑞士、甲荷兰这挂欧盟国家来游客，当地一间专门伫咧卖松露的店，七个业绩成长四成。因果今年因为疫情，法国本地游客就占60%。可欧盟甲法国游客伫八月时阵去各地村庄的消费，增加观光收入，希望未来几个月会当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爱尔兰的酒吧已经成做一种文化，名声烫四海。严格干那卖酒无卖食的这款酒吧，因为疫情的关系，一直无法度做生意，已经关半冬啊，造成有几啊千人失业无头路。即马有好消息是，当地政府决定对一礼拜开始要恢复营业，严格爱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爱尔兰的酒吧文化真有名，受到疫情影响，即马只干那部分会当开放。因为疫情有较稳定，当局准有经营食物的餐酒馆，六月二九开始营业。严格占国内六成无提供食物的纯酒吧，也未用得营业，是全欧洲酒吧关闭期间上久的。在吉尔戴尔这间 Moonhigh Cross Inn， 过去人客真多，严格因为禁令关闭到即马，头家讲因年营业额已经六七成，强要挡袂落去啊！伊无理解为什么餐酒馆会当营业，因就袂使。I find that a little bit farcical now, to be honest. What they're really doing there is they're calling our customers irresponsible and pretty much as well. What they're doing is they're saying we can't manage or control the crowd as well. 在首都都柏林的餐酒馆 Sears Pub 早卡真无型，因为营业用餐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就当营业。对无用餐的酒吧未用的营业，也无法度理解。No, not really. No.No, I don't think people coming in having dinner and a drink is different to people going into a wet pub and having a drink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with the safe social distancing done. It should be able to work for those guys as well. If we can trust bars to open and follow guidelines as they're supposed to do, as restaurants and gastropubs are doing for the most part, then there's no real reason why bars shouldn't be allowed to open. Ireland 政府刚刚听到民众的声音，初步宣布无用餐的纯酒吧自九月底会当开始营业，严格按遵守严格防疫措施，一度不应该超过六个人，无同家庭之间至少会当一公尺，吧台袂当踩椅啊。营业时间上晚到暗时11:30。记者综合报道。非洲东南部马达加斯加是靠观光地赚钱的国家，因为疫情爆发了后，观光客减少，颠倒乎当地的生态有机会会当休喘，有时间会当恢复。严格较害的是，当地人因为无收入，全滥山采茶去探索鬼。安达西贝自然保护区是马达加斯加岛生态观光的热门地点之一。过去五个月，因为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封锁，加边境管制，当地上代表性的动物虎狗，在原始雨林享受无人类嘈杂、宁静自在生活。到来九月开始放任封锁政策，观光人数开始回升。不过因为国际航班依然停开，大部分是马达加斯加人家己的岛来旅游，为首都开车4点钟，等到这甲虎狗近距离面对面接触。也在那发了白露那一段雷失去了意思，啊，就变那放不了位啊！我们在那对来了米村，第三天了那那只他们雷子，我上天了风把飞那小船。Tinasa kafunuan niaran
经济压力也伤害自然环境。森林乡都发现最近林被盗采，破坏情形比过去30年拢较严重。Because of the lockdown, many local villagers have cut down the trees for firewood because they can sell it. Others make timber. They're illegally exploiting the forest to make money. 树啊倒落去，生活伫树啊顶的虎狗、车地也消失。疫情带来经济困境，和森林甲动物陷入更加深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这两天受东北风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天气会变较凉。桃园以北、东半部、马祖有短暂阵雨，过头了后，伫南部、中部的山区卖落雨。乡亲今日出门爱加扎雨衣、雨伞，而且爱扎较薄的外套。做伙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高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高30度。外岛的温度是22度到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司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咱再会。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刚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的秘书啦。咱今仔日要讲会当予咱增加搁较水的胭脂水粉。胭脂水粉汉字写作胭脂水粉，罗马字写作伊烟烟、滋伊滋、滋味水、好混混。烟甲滋拢是第一条。水甲粉拢是第二条，胭脂是古早时的口红，点一挂伫嘴唇，人看起来较有元气，嘛较水。看你是要嫩果红、刺泡红、红包红的色，拢会使哦。水粉咧抹时，着温好小看淡淡粉才会掉，所以叫水粉。爸爸咧。酸塌塌的，面看起来就较白，看起来皮肤嘛较好。天气热，酸较袂掉，面阁会流汗流甲油咧咧。这时阵吼，用这蓬粉就会较好势。蓬粉嘛叫做蓬粉，新竹的蓬粉吼真出名，所以某人伫遮甲叫做新竹粉。现代人化妆的技师愈来愈多，洗面了后就要先用化妆水甲面打打咧，高高的库里姆、薄薄啊，甲抹一眼，过来抹耳霜、隔离霜，刷落来画眼白、上眼妆、压目睭毛。出门之前拢爱西装打扮真久。俗语讲：照水水无彩，人水水内在。虽然西装打扮会当予人对咱的印象加分，不过上重要的也是爱做善良的人，存好心，做好代。这款对心内表现出来的水，搁较予人感动哦。六，胭脂水粉、蓬粉、香粉。日霜、隔离霜、
叶目睭毛，鸟水水毛彩，人水水来财。我胭脂水粉妆头好势，家己看嘛欢喜。今天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恭喜第一代，接下来请收看咱的节目。